好啦，咁。安安，感谢简嘉诚的十颗星星。简嘉诚安安，牛奶安安，怎么称呼 ？Chong X I U Y E N G 安安 ，L A U Y U I 安安啊，英文呢、啊？听安安，云南安安，胡卓慧安安。高俊伟安安，马提安安，黄宇炫安安，小马安安，肖元安安，肖宇安安，雨肖比较好听，怎么会有人叫肖宇？蓝月安安，哇！其实我已经没有动力玩这张地图了，你们应该感受得出来吧？你怎么在上面？哎呦，想称王哦！你太强了吧！他在等他第二个伴侣上来，他们就可以交配产卵了。每年产卵季。海龟都会逆着瀑布往上游，然后总会有一些棕熊在瀑布边等待海龟游上去，瞬间把它们咬死。你看，在努力了。陈红、玄南安、白痴哦！啊，我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念成雨潇了啦，因为这首歌啦。哎、欸，不见了，我重用一下哦、喔。你们听到这首歌，一定会很赞同我。为什么会把它念作雨潇？广告。可是播了这首应该会有版权攻击。好了，准备了，就这首歌。在雨下的瞬间，有没有在雨潇的瞬间？白痴啊！对不对？有道理吧？雨潇的瞬间 ，Z I E 安安，哎哎哎，你走出来了、欸。有吧，有道理吧。哎呦，然后昨天玩的那个啊，
昨天玩的那个猫战好像有点快破关了，也不是快破关，有点太奇怪了。歌词就到这边了，我找到的歌词就这样子了。网络上找的一些谱啊，都只到那种副歌，剪掉一半就没有了。也不是快破关啊，因为来来来，不然我来玩这个好了。奇怪的游戏，输出牧场。不然麦块就先暂停。我们先挂一下，选项音乐调到零，完成完成，继续挂铁巨人塔。游戏名属性。输出牧场，因为这游戏玩到后面真的会有点忙不过来，因为他拼命进攻，你要拼命狂点，可是你要点输，你知道吗？就是你看，这不是扭蛋吗？我扭了一大堆了，我扭了一大堆，还有一半没有扭啊，扭到，然后你又要去记一些东西是干嘛的？就是功能道具，然后上面这些是你的怪物。我在想，这到底是不是凑齐所有的战队就可以合体了？我现在在收集啊，因为现在只有战队红、灰嘛，还有黄跟粉，这边一个黄，一个粉，应该还会一个战队蓝才对。也不是快破关啊，就。还有很多没破啊，大概一半吧。然后我看到有这个成就啦，兔子夹娃娃机击败兔子夹娃娃机。然后再就是这个卡片编辑嘞，这东西是，我来解释一下好了，就比如说。这三个是你这一次出去的卡池，应该说你带出去的卡片是固定的，但这三个东西是你进去地图里面能这一次进去地图里面可以获得到的那三个东西。像如果你没有选这些的话，你就是很低很低几率才能拿到。像你像我摆，我想要说什么？我今天想要，你看这只鸟。只鸟选上去之后，它就有很高的几率在这一次的那个地图里面可以获得，啊，不是在我的身上这样子。D H I W E N 安，开心安安，对吧、啊？还有这个，我真是想玩看这个哎、欸，啊，攻击这么低，试试看吧。很小，它是肉盾有了，我们现在缺一个输出。我昨天就是欧北胜啊，那、啊、这个叫什么元素石？你看一大堆消耗手牌，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要牺牲掉一张手牌。嗯，这个是什么战队红啊？这个嘞，有没有攻击高的啊？好像没有攻击高的哎、欸。雨下的瞬间，哎、欸，我还没试过这个、欸。好啦，我们这一场试试看这个、啊，这样子好了。那、啊、再来是另外一个，这个是道具类的，
道具类的，一样，这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你可能可以在那个地图里面获得卡片，可以获得到这三样。那再来，我喜欢的是这个恐龙蛋。这个恐龙蛋是场上你越多怪，生出小恐龙就是同等的，然后都会带这个。然后还有带这个，这个是下一张出来会变两张，那再配这个，这是会强化。亡灵易安安。应该先这样吧，不然一大堆要丢卡的。敌我场上随机各两个单位进行融合为更好玩那个这个。好，我们出发吧。我昨天是一直在玩一般的啦，轻松就轻松，因为他出来的钱少很多，就没玩了。介绍一下，卡片一开始，这都一定是预设的，一定会有五只阿大，一个柯基，一个原始人，一瓶红药水，这一定会有啦。然后我研究出来啦，就是这个东西事先预放，就是说你放在这上面的三张道具是不会消失的，所以你可以按中键，把它放上去，这样子。像我想要一只阿大配一个那个柯基，我就可以先放上去。像你这样，阿大可以，不，柯基可以先放上去，就这样子选。这个可以买，可是要考虑。哎，选一下融合。哦，随机盒哦，好玩哎。超可爱哦。出来了。哦，哎，这只好像不错哎，它就站远远的，放这个下来攻击。哦，难怪我那，因为我昨天有一场是想说怎么一直有企鹅掉下来攻击我，想说到底是谁在咬我，在合，好像很强哎，默默在哪？默默默默默默默。上课听不到，好，上课就爱乖啊。融合。融合，这谁？你谁？哎、欸，融合好好玩哦！瞬间融合，
觉得没关系，他会加入我们嘛？啊，选这个看看，哇，增加钱呢，真棒。嗯，杰林安安，飞翔安安。你看，就这个掉下来，我想说是什么鬼东西。换我炸回去有没有？哎、欸，死了！那太薄了吧？哎、欸，糟糕！玩过头了，嘣！哦，好用哎！TANDHIYANN， 我靠，那要吃东西，不好意思。
这是什么？水豚？哇！要赌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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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鸡鸡。死去，这组合不行。哎，过了，这到底是什么？偷窃，北七，这是什么啊？不会刮牛吧？
JWN。我在吃久违的中餐，哪一个换掉嘞？哪一个换掉嘞？嗯，这么惨。锁定成就，乖孩子。气儿好痛哦！很欢喜啊！你下班了没？你出差没？欸，我刚好看到你开 low 呢。我方攻击时有几率发生击退，我方角色攻击时致盲。
只能悄悄经过。惊动了敌人，打架喽！阿爹，我需要巨魔。感觉就很像游戏王，我的牌组没有很平衡，有没有？我的牌组魔法卡太多了，然后就是怎么说，低等卡太多了，都是一些要那个祭品的卡一大堆。一般怪物卡太少，没有取得一个平衡。看，这是加 buff 的，是伤害敌人的；那是低等的，是补血的。估计是会死啊，因为这些随机事件真的很痛，怪有一大堆。居然过了，抱歉，看来是我比较强。你看，又给我一些 buff 道具。你看开场就要献祭的，干嘛？献什么？这样子啦，结束这回合。存起来，存起来，这样子，存起来，召唤，这样子，这样子，一次出两只狗狗，有没有看到？啊，白痴哦，上面忘记过了，哭啊！哭啊！水豚，应该是他了。确认。他睡着了。
四月十号看起来有祭典了，活动全开，加小鸡头盔坏关，加双刀鱼，鱼双刀加强化刺客装，盛放宴玫瑰礼服的那个。哦，四月十号，看来下面一个，上面两个，然后这样子融合结束这回合。我不知道为什么鹦鹉要翻桌呢？哇！然后两只水豚，他不会回血，在上面干嘛？当肉盾哦？哦，真的是哎，哎，他就躺在路上当肉盾哎，好像也不错哎。北七哦，八七哦，存起来，存起来，发动，融合，肉牌很也不错耶，肉牌，你好像很棒耶，肉牌。跑累了就躺在地上，发挥胖子唯一的用处，把胖子的优点发挥到淋漓尽致。还有啥？这个有了，这个是古尸。他是鬼，自动取得。持有该单位战斗中将自动取得老鼠工具技能卡。哎，帮我看。先留下来吧，感觉这关不会过，我们先留下来去转转蛋。肉牌撑住，肉牌下路撑住啊！
下路打进去啦，恐龙蛋，决定。啊 ，HTT 有没有刷巨魔 ？HTT，HTT， 一陌生动物走了过来，问要不要把财产交给他，或是许一个发愿财，发大财。我太相信人不要什么啦，按下去了啦，不要。哦，他是直接建造哦。哦，那我要存呢、欸。哦，那老鼠有点难玩呢、欸。不要乱给陌生人，这个只是个投资，我相信它会涨价，我相信。虽然我现实也不会把钱轻易给别人、啊。哪只不叫了呀？这只很慢呢、欸。哎呦，好东西！好东西，但我要死了。烂老鹰，烂鸟，烂鸟，烂鸟。
三关超难呢、欸，我这每次打到第三关都差不多了，怪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打、啊。我刚刚被骗了。你转一个，推土机。从我方的珠宝内出现一台推土机，推进土中汇集退敌人，行进一段距离后消失。哎呦！嗯，有时候选太多也不太好，就是拿不到要的。嗯。药水，这个我不知道到底是冲他小哎、欸。使用后产生敌人，除非是有那种可以将我方跟敌方东西互换的那种东西。把所有卡牌丢掉，所以像那样拜拜。使用后从厨房内发生一枚点。消耗是突然消失吗？加速卡牌的更新速度提升6秒。对，我有想试试个，你看这个是敌方停止4秒啊，我还有一个是敌方停止3秒的吧，这个很北蓝欸，照样不错玩欸。场上我方全种单位获得攻击力，狗狗单位，打完这个看看。嗯，时间的嘞，消耗一张，消耗一张。好，换这边的攻击的。法师漏牌，好，那应该就这样了。消耗消耗，给罗，他人叫给罗哎，给罗，不分敌我。干他也太凶了吧！不分敌我。哟，啊，我们打轻松好了，来测试，来气跨买。你看轻松，轻松感觉是少很多狗，敌方的狗狗啊。没钱啊，他还是有动啊，敌方停止，嗯，还是哦。还是有动啊，等一下哦、喔。What happened？ 敌方停止哦，停止出单位哦、喔。哦，好，我误会他的意思了。好，继续停止出。
然后搞不好那时候如果给他钱的话，他帮我赚到一大笔钱的话，我不是更赚翻吗？对吧？谁叫我贪心呢？哦哦，嗯，好，到中间就没了。好，这个是应急用的。好，懂了。用就放这边，做旁边。来74块，来，我被骗钱了啦！来来，给你们听今天的营销包。搞不好真的会给钱嘛？我怎么知道？我很难过哎，这真是真心万绝情哎。唔愿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我来一张绝情。唔愿相信你的爱情。压力，压力。虽然我不喜欢唱这首歌了啦，这首歌是吴宗宪的歌。唔愿相信我的真心，最后我来一张绝情。唔愿相信你的爱情，压力，压力。停止出怪好像有点坏耶。突然想到，如果用停止出怪再加上一次出两张，哦，好像不错，强耶。这个世界坏人比较多，还是有这种好人啊，对不对？等一下，我家怎么好像，哎，变天了，哎，天气凉下来，等我一下哦，我去开灯，我去开灯。
打雷了。等等，可能会下雨哦。哎呦喂！等一下应该会下雨，所以我等一下，我怕我是晚上开台的时候转哗那种的。发现忘记吃药，弄一下哦，吃个药。哎，是不是？这个游戏比《魔物猎人》还少人看呢、欸。被打雷了、哦。随机变成一张卡，这个好了。啊，这只一只手让他啦，好像下雨嘞，真的下雨嘞。金弯雄心弯，哎，金心，最后我来一只抓紧，我推推推推推推推。哎、欸，推推好像不错哎、欸。这场虽然是简单，但是感觉蛮稳的。至少第三关没问题。哎、欸，下雨了，真的下雨了，下大雨了。干，我根本天气预报啊。玩雄心力的爱情，呀你呀你，这只太可怜吧，在这边被毒。停止出怪，我拒绝你的攻击。你听到雨声吗？有吧？你们听到雨声吧？唰！对啊，不行不行，我要去关窗户，关窗户，关窗户，我要去关窗户。张振凯安安，唱歌啊，唱一下，心情好。很少唱歌给别人听的呢。嘿，我拒绝你的出怪，来出怪。
不是在白痴这边毒喷下来，然后造成说这个就卡在这边不动了，很白痴欸。因为这只走得慢，然后被毒一碰到，它只要被受到伤害，它就直接躺在地上不动了。所以它只能在这边一直被毒，我觉得好可怜，我的妈，可怜呐、啊！然后再看一次哦，啊，毒喷下来，喷到，然后趴地上。哎，没有哎，所以我误会他了。哦，他倒地了，没有，我没误会他。晚上醒来已经醒，最后我来记得抓紧，不爱伤心你的爱情，呀哩呀哩，好可爱的游戏。对啊，现在Steam有在卖啊，来来玩。你可以想象它是猫咪大战争再加爬塔那个爬塔 卡牌游戏，好烦哦，被骗钱。那这游戏有点稍微的，说是策略好像也没有，就只是觉得头很痛。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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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推起来推起来！哦，好了，我们现在有两个肉盾在这边躺着了，没事，很安全。哎，那这样肉盾配小鸡也不错哎，嗯，好像不错哟。那、啊、这边肉盾再往前进攻一点点，啊，又倒了，白痴哦！那上面的肉盾往前走一点点，这要消耗，无差别，给喽给喽。事件，要移除，有什么要移除的吗？没有，不用了，谢谢。什么？猫咪大战争加爬塔，感觉很复杂，会很难吗？不会啊，你看我玩的头开心啊，就是他就是送东西出来，你就丢上去。比如说，我现在是第二关，因为第二关有分两个，然后按右键可以调整这个方向，有没有看到？然后当你好，你就丢出去。像在这边你按它就会在这边，如果在这边你按它就会在上面，像这样子，在上面嘛按一个，然后下面嘛按一个，这样子。等一下、喔，这存起来，这个丢上去，这个存起来，这个存啊呀呀，无差别攻击，能多无差别？我看一下、喔，我看你这无差别的，我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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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臭青蛙，你也太无差别了吧！看一下他哦，哇，好像很强哎，哎，他谁都打哎、欸，真的，唔汤啊！攻击会越来越强哎。get 哦、oh, 越来越大只，我帮你补血，哇哦，大青蛙啊，死了啊，怎么就死了？哦、oh, 他没有，他被顺走了，你看这边
等一下，青蛙会不会舔他屁股啊？来看一下，我这样子就真的是，乱舔，乱舔，快跑！有青蛙在乱舔人。看那青蛙要一路就是青蛙一路他正在舔啊，废物！北七，我不要拿，我不要拿，我不要拿。我觉得就是肥料，肥料跟他配一路吧，就是小狗丢上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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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什么？没钱，我这些钱是要拿去给那个陌生人的。没钱，没钱。看一下先停止升怪，存起来，上路，冲啊！存起来。好啦，青蛙上路，然后肉盾下路。狗狗上路，快跑！狗狗们快跑！啊靠呀！对不起，丢错了。青蛙上面，公敌的下面，青蛙上面，青蛙上面，公敌所下路。狗狗上路，我准不要再舔屁股了。青蛙舔青蛙啦，敢背叛我，就只能被我舔死了，好恐怖哦！臭青蛙，上路，上路，然后被舔，要被舔了，要被舔，要被舔，快变，快快跑，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起来，跑起来！你在乱舔人呐、啊，哦哟！这游戏是这样玩的呢，青蛙好猛哦！不是啊，啊完了完了完了，八十有什么？等一下卡片。好，他不用消耗。这边存起来，上路。等一下再用，等一下用你，等一下用你，等一下再用你，等一下再用你哈，你乖，你乖，你最听话，你乖。下路，我是青蛙，等一下再用你哈，你乖，你乖。存起来使用。青蛙来咯，
他要求青蛙乱，青蛙要乱来啦！哦，原始人还自己补血，哇！应该挑走很慢的给他才对呢。哈，被填死了吧？所以我们应该，看一下哦，这个上面，这个上面，然后给他填，马上填死之后。没有欸，他不让我这样想啊，有就像这样子，因为这只走也不会很慢的，可恶。啊就这样过了，可以，我们的青蛙这样玩应该还 OK。那主要是现在玩的是简单啊，太夸张了哦，青蛙！哎、欸，你后面那是不要打，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互相伤害，不要。上路好可怕哦，上路好危险哦，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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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蛙太凶了，三血鹰来第三只青蛙，存
欸，过了。张静安安什么？下一秒出击单位无敌六秒。下一个出击单位对敌。来啊，商人呢？来交流。不是啊，我刚才不能逃啊，我没有逃的选项啊。欸，他这样太坏了啦。欸，干，我要把青蛙封印起来了，他没有路可以。欸，有欸。这里。是啊，青蛙太北蓝了啦！等一下，等一下。来，呱呱就是你的呱呱。啊，内金瓜欸。先存起来。快跑啊，后面青蛙在咬人啊。快跑啊，青蛙咬人啊。这模式真的是很北丘，把青蛙封印起来了，不用怕呱呱了，没有青蛙了，没有青蛙了，把青蛙封印起来了。青蛙，不要啊！青蛙，自己人，自己人，青蛙，这是青蛙无敌轮啊，哥吉拉的吧？什么青蛙啊？骗人，我们是哥吉拉，你看咬一下多痛。哇，死了欸。什么时代跟你哥吉拉？天哪，好恐怖哦。啊，青蛙倒了。我们再养一只好了。欸，哦，所以这如果在敌方很棒欸。一开始先养肥他，你看。等他快过来的时候，把他推走。才不好嘞，玩过头了啦！推走。
我们之中有间谍啊，他在榨干我们啊。哎、欸，不用哎、欸，我、哦、白痴哦、喔，是我自己按错了啦。我刚按到上面去试一试放的意思啦。没事，自己吓自己，那这样一次放出来，把青蛙封印在里面。抱歉，是我自己不会玩，我误会青蛙了，我误会青蛙了，青蛙对不起，我的错。我现在才靠看得懂的模式怎么玩，就是按上去之后是跑去进去这个位置，然后一次放。来啊，呱呱们，上啊，呱呱们。看到没有，哥吉拉，不，哥吉拉的血。会玩了，那什么？我要集满五只青蛙喽！两大法师要出来喽！
没有出来。没，没，按着按着就过了，不要。比昨天热，我这边刚刚突然下了一场雨。看这个要祭品的哦，上面。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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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一下，暂停。下面，青蛙吃起来。青蛙一开就吃人啦，下面暂停，再暂停，他一脸就是说我要来献祭的脸，天哪，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可怜呢。可怜呐。
放错边。上面，上面。刚刚那只青蛙叛变，我想说干完蛋了，打不赢。慢慢吃，青蛙慢慢吃，慢慢吃啊，青蛙。啊，呱呱又变了，呱呱又叛变了。我呱呱又变回来了。呱呱又叛变了。呱呱又变回来了。这只瓜好烦哦。啊，靠边啊，按错边了，哇！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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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个高。啊，又按错边。
就这个啊，这个我就真的打不过了。哦，难打！等下挖个耳朵，耳朵突然痒了。啊！哦，算了，没选到，没选到就算了。呱呱上啊！呱呱，呱呱攻击双倍！呱呱，呱呱有啦！呱呱，呱呱补血！呱呱，补到谁啦？呱呱，
哇，呱呱被传下来了，糟糕了，呱呱。空源，好，真好肥哦。我到喽。再来一只瓜，我在想要不要买这个，哎，把它买到顶，可是这些钱留下来去抽奖好了。打架啊！你看，跟我抢钱。我就不给，有没有很奇怪？啊，跟我骗我说会发大财，我就给，是他自己不会讲话，他都说你给我钱，我帮你投资理财之类，我就给他了，懂那感觉吗？猪，那青蛙只是筹码而已，存起来拿来牺牲召唤用的。你好，呱呱。Hello， 你好瓜。啊，他补起来了。我才是强盗吧！天哪，来。来呱呱的哟，选择一张，这个比较好了，确定。好刺激哦，呱呱的哟。
天哪，青蛙真的好像人太多了，完蛋了。东斯大的青蛙鱼。时间暂停。时间暂停。我们用呱呱养呱呱，天哪，呱农哎！我们楼上的造反啦！楼上的狗狗造反啦！楼上先摆这个指令暂停，然后狗狗冲这边，然后再来个时间暂停，好停好停，想摸，想偷摸大鸡，先放时间暂停，放这个这个，要摸到了，要摸到了，时间暂停，赢了赢了赢了，嘣，还要再青蛙吗？不行，不行，不行。好远哦。噔噔噔噔。北七哦，这关有黑洞哎！我把中间往那中间吸，那表示我也很难进攻咯。
你看，全部往中间吸，白痴！我只能靠着慢慢炸了、欸，天哪、再炸！哎、欸，猜一下，哇哈哈，有机会，有机会。嗯，都要小好的，不要。不能按啊，使用护盾，与记者逃出，尝试离开，真离开了啊！额外奖励，干。这个是那个，只要这个出现在你的。手牌里面你就不能出卡片，很烂，这个烂东西。欸、不是啊，我说你烂，你就不让我玩哦。欸 ，Hello。哎、欸，我的九百多块他不让我啊！哇！希望这样回去哦，有画面。原来他眼前一片黑是指这个、哦。请问这是不是 bug 啊？请问这是不是 bug？ 请问一下，这是不是 bug？ 这是不让我玩的意思？等一下啦！啊！哎、欸，1000多块钱呢、欸！卡片不行啦，这太多了啦！哎、欸，他是要让我死，他一定要让我死就对了。吓到！这是诅咒的卡、欸，哎、欸，作者，哦，我扣到死掉了。哦，有啦，他有给我一些钱，还可以，还可以。他就是不让我过关呢、欸。什么东西？欸、等一下我要重开游戏，这怪怪的。确定。嗯，这游戏有问题，但还是很好玩。
来，我们看一下刚刚解锁的墓碑复活。下一个单位死亡后就地复活，有短腿护盾，它不像那个什么有吃肥料的，抽到重复的就重复了，没有增加能力。粒子，哎、欸，祈祷后于场上出现一颗粒子，失去的我方单位获得短暂护盾。这是柱子，不是棒子。金毛，狗狗，可抵挡十次远程攻击，并且被远程攻击击中。哎，击中体型会变大，血量也会提升。哎呦，这很强哎！金毛陨石。看一下，五秒内使用任何一张卡牌，场上会有陨石掉落。哎呦，啪啪啪啪！好的，那我们这个先到这边好了。我好累哦，好累哦，好累哦！爱困啊，长出长老，然后打败青蛙会获得它。你看，我打败水滴鱼，然后获得这个融合。睡个午觉，我也想睡啊，有人不让我睡啊？谁不让我睡？你们啊？嗯，牌组超过20张，越多越好。快，还要更快，又10秒内完成。太简单啦，无损通过一关 BOSS。可是到底能干嘛？汪汪呼叫铃，使用后产生敌人，产生敌人呢、欸？场上有6只阿大，终于到齐了。哦，所以他们只有4个哦。我来玩玩看好了，他们战队有4个人呢、欸。轻松卡牌编辑战队灰 ，OK， 战队灰黄本红嘞，红，好，就这样子了。那辅助的这好像还好，这个不要啊。狗粮，好，先这样子，出发。针对黄，黄了有了，那我们现在尽量打吧。我来抽起黑暗大法师，红，红是乌龟吧？啊，对，
哎、欸，他需要牺牲哎、欸，我的天！其他的不用哎、欸，就是唯独他，这只乌龟多强、啊？为什么就你最特别？哦，好像很硬哎、欸。没有，没有是不用选啊。有了灰，我们拆个分了。嗯，有没有商？没有商店。就根本忘记把粉放进来了。他在唱歌吗？没事哎、欸。我要粉，我要粉粉。请给我粉粉，谢谢，谢谢你。哎，不对啊，我怎么有两只？我两只短腿哦。测试一个东西耶，先放这里。哦，放这里。哦，不行哎，确定。有了，究竟我们能不能成功召唤呢？先把一只放那边嘛。哦，
怎么弄啊？不会用哎、欸。材质粉。哇，死了。重来。他会牺牲掉啊。怎么弄啊？我想一下哦。安安哦。怎么弄啊？卡片，好，战队合体，战队合体，战队合体。感觉是，要有五张嘛，一个是拿来牺牲他的。试试看，好的，哦不，撑一下嘛。这样吗？这样有吗？没有。哇，好难哦。没有啊，都还被牺牲掉啊，所以。所以啊，要有五张，应该是这样。然后五张卡，啊，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啦。先选一张。
开始凑。红色，对，再吃红色。这样子。不是啊，那、啊、怎么合体？还是说有总共有五只？哎呦，这有可能哦。buff 加的是很快呢。贝蒂安，没有漏看到你。
欸，他很贱欸，只能打这只才会扣血，然后他一直跑。你看，又跑了，追不到。哎，某方面来讲，这个游戏有点十八禁哎，不是十八禁啊，就是他在虐待动物哎。没错吧？你看狗狗跳进岩浆里面，有的没的，你不觉得很恐怖吗？然后按时间暂停，然后咬它有没有？然后只能靠这样子了，然后下面要爆了。只能靠时间暂停哦。机会，有机会哦！美术庙场上竞争单位，外面好热，我知道啊。淡水烧澡也很热，还是靠这边。如果靠这边的话，那这真的好像有机会哦。天使狗狗。这里，我又是你，这样子，哦，没有，也不是，到底怎么战队出击的？奇怪。想阿姨了，自杀重来。
啥？感谢中间的50颗星星。没事啊，我都会忘记吃药了，设闹钟还是会忘记吃药。不要说想打我、啊，是真的忘记了。这个战队要解散了，这战队快垮了。这叛，这战队还出叛徒，我的天！杰克终于10万啦，真的、哦，恭喜杰克！那我 看一下哦，阿米狗那边应该有船，没有哎、欸，有打了，恭喜杰克10万请客。冲喽！
战队好像有点猛欸，可是我觉得他打不赢王欸，可是战队还缺一个人。要首播啦，关真的是
要怎么打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啦！冲啊！四只，够吧？被电死，继续好啦，首播。啊！
欸，搞不好等一下真的会直接睡死欸。水果杀手哎、欸，专门杀那个水果。杀水果不是开水果摊的。我其实目前还没想到价钱呢、欸，您的意下如何？香香的。不知道哎、欸，没闻过啦。不要搞我，不要搞我看。我在泱泱家后面，我在用火把。走出来看哈基在烧，在干嘛？你就没事。为什么在前面种西瓜？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你在你家前面种西瓜？要有一些种子啊。因为我要那个西瓜。你要那个西瓜？我要西瓜。耶，我来了。我有酿回复药水再喝啊。好，产值。没办法，他就只能用西瓜喝啊，不是吧？用西瓜汁吗？用西瓜角的西瓜汁吗？回血吗？补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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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做半砖。哎、欸，所以是萧院跟牛奶一起在帮我上西西哦，感谢你们呢、欸。P 过来，我看一下能不能上。我来了，我来了。到啦！现在不是你的回合，我的回合，我的回合。然后就唱歌了，我的回合，我的回合。开出去，好吧，我们就开路开一条。等等等，你们是赢什么？熊猫、啊，熊猫不会跟着我们啊，他刚刚用竹子赢了。可是你们要想办法从地狱走回来会比较快。对啊，可是我怕地狱会死，会死翹翹。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吗？好了，那我试试。顶多毛烧焦变成棕熊啊！天哪！我用地狱门，那这样把我打死，我回去拿东西。哈？为什么要死 ？TP 回来啊！啊，对齁，没关系啦。来呀，来呀！我怎么亲手杀了我的师父？好爽哦！好爽哦！好开心啊！我期待这个很久了，我手感真好。我等很久了。手感，手感听起来我觉得很好。还能有第二次吗？对呀，还能有第二次吗？啊，可能没办法哦，拍血。好。觉得难过，没事，死掉而已。一直还没到你的回合吗？还没到你的回合。好，这一个，顺便送你特产，这是名产。好，没问题。什么名产？收钱。我给他竹子啊，丝绸之处的产名产。那个，这是团团啃过的哦。你有打火机？有，什么都给小云拿。哎，乞丐是我，你不可以这样，我才是乞丐哦。你要扮演好你的角色哦，乞丐是我。完全变了，你知道吗？谢谢你，阿布一布隆，阿什么阿布一布隆。你要像每次都讲不一样哦。对啊，因为我的咒语很多。我也要取名字。咻！我进去了，我先去探路，我去探路。哇！你干嘛？妈！加油！为什么叫妈？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不要！团团，你是被他吓到的吗？被霸占了。什么东西？怎么了？我的船被僵尸霸占了。他竟然刚边跑边跳，被蜈蚣吓到。你说外面吗？是哦，爱我的吗？哎元帅，元帅哪位？啊啊！然后要灭团了。元帅，我来了，元帅。我知道什么叫灭团了。熊猫团团猪，怎么了？所以元帅嘞？元
元仔冲进去了，元仔跑到地狱里了。我跟你讲，我先走了。等一下，我剪到这边笑的跟白痴一样，怎么办？我那时我剪到这一段，我是狂笑。你抓到他就好。哇，我的心脏，我现在走不了，出发，我先走了。我觉得送回去都半剩半条，你知道吗？我也觉得他们的血很惨。丢丢治疗，丢飞剑治疗啊！好可爱，他们吃竹子哎！哎，吃竹子好像会增加生那个吧，成长吧，还是什么的？有吗？哦、好像会，好像会。我给大只的吃，会不会回血啊？你们会不会运回来已经是第几代了啊？运回来运。生心的，运回来已经过了两代了。对啊，先把两只繁殖两只小的出来，然后再把他们杀了。好好，圆比较聪明，他不会卡门。脚好棒，脚好送。有啦，有我的声音呢，我刚刚有讲话。没关系，我们用叠的，我们用叠的。有箱子里面杂物，那个怪物杂物的那个，啊，腐肉牌子的那个。哦，好，怎么又变成？他既有线吗？哎、欸，到处乞讨。繁星你要几条？这边有两组多。哦，你两组多？哦，你跑去打那个、哦？那我要一组。啊，好 ，OK，OK。我用木囊跟你换。是又回溯了一下，好像有一点点。可以啊，可以啊。还真的、哦，你要？哦，因为我想说，因为现在他只收集者了。血不然他要干嘛？你多做钓竿吧，还是有好一点的钓竿可以给我。没，我有用到一半的钓竿，要吗？然后强一点的钓竿。我是无赖的乞丐，因为我要偷拿一点鹅卵石。那我拿石头来，好的。好。哇，你这个老鹰，你烤那么多马铃薯哦？没有老鹰，那个是。那个是哈记给我的，他、说都没有毒马铃薯啊，这些马铃薯。哦，这样子哦，这样子哦，没有错啦。你不要砍到你后面的哦，他会全家大小来揍我们。好好好，我好想看哦，我去摸一下。赶快进来，我们赶快运，赶快运，我听到可怕的声音了。我来，是不睡觉的声音吗？不是，是银妖影啊！哦不，快点！哎、欸，怎么会有他们的孩子啊？不要理他们，不要理他们。要变棕熊喽！要变色尾的了。色尾的。他们太棒了！真的假的？哦。两边是不是有对打？这边是在这里。你又死了。那个的奖励很优渥嘛，我好奇怪。我看一下，感觉好难哦。这里。哭出我这边放大，我这边声音放大了四倍，我跟你讲。哎，天亮了。有人快疯了，有人快疯了。好开心哦。他走了。他走了。你要一，你在哪？你要一。你要游泳？等一下，我们这里有两只哦。我们这边有两只，帮我们啊！你是晚上打苦力怕，早上打游泳？对。哎，哈记，你来我们这啦，我们这里一堆游泳，顺便解任务好了啦，顺便解任务。任务好充实。那哪波皮啊？那毛线啊？毛线啊？先烤。哇，我觉得烤。哇，好快耶！现在都可以直接这么快的。爸爸呢？嗨。对，对啊，他继续在找，他继续在找。哎、欸，他既是那个帮忙把我们射那个 EOE 的猎人，顾来射猎人的，对，顾来射猎人的，不对啦，顾来射射猎人的，猎人，我靠，哇哦，人家别人有哥布林杀手，他既是 EOE 杀手 ，EOE 杀手对吧？没有，他叫水母杀手，这样听起来比较好水母杀手。对，我就想当水果杀手哎、欸，专门杀那个水果的。杀水果不是开水果摊的。哈哈哈哈哈哈！
在做啊？不是，人家不是会这样讲吗？阿基这里又有了，阿基，对不起他，哎、欸，我在维护这个世界活法，吓死了，水母杀手来了来了来了，在哪？我的工作，你在送面包是不是？对啊，我想要送面包，要不要买面包？啊、那我可以选择不要收吗？我可以不要吗？收一下啦，拜托，不要。他快哭了啦！不要不收啦！你要哭了吗？了啦你哭的话，我可能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而已。哇！哎、欸，那个杰克，我有怀疑你后，我有点怀疑你后面加个喵，你要不？那我拿给的时候再喵好不好？好，哇塞！可以。哇塞！哎呦，对啊，杰哥，杰哥，我必须这样。出卖色相，为了五斗米折腰的概念吗？前面有，刚刚在炸我，炸你，对呀、啊，都拍西瓜哎、欸，拍西瓜，拍西瓜，拍西瓜，哎，酱油，不是我啦，那不是我杀的。哦，你谢谢，哦，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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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有礼貌哦。哦，开车分，哦，直接想开车啦。哦，这个车速听起来有150，你就知道。哇，听得出来哦。不是，这只是引擎声比较大而已，怎么听得出车速啊？对。这是引擎声过去的吗？呀不一不动。好啦，没了。好了，这是上礼拜的最后一集啦，大家晚点见咯。就是啊。好啦，今晚是玩那个什么，王国之战，嘿，那希望我不要再当间谍了。哎、欸，我去年底是荣获，哎、欸，是去年底还是年中啊？不是，是狂当国王，要么是狂当间谍，都有职业。啊，希望我这个不要有职业，有职业好累哦。啊，大家晚安，大家拜拜。杰克面包我全收，我有看到啊，你要花多少？你要出多少？你不是剁手收了吗？你还要出？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啦、啊。下午就是没什么玩那个蛙哥，因为那个玩到有点难过，你知道吗？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搭组合，那组合真的太杂了。会满的吧？呼呼呼呼呼。好啦，各位拜拜喽！哎呦，不要拖好了，不然等一下下次开台开心往下一跳。喂。Here we go. 好啦，我们晚点见咯，大家晚安，大家拜拜。很像音乐设定。好，拜拜。